我说我娘还飞来了，不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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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没有人员受伤。现场是这样的地方，我简单跟你报告一下。现在聊上有十多组游客，可能这个比较年轻，晃动比较大，力度可能集中到一边，所以这个铁索桥有个倾斜，这护栏的铁杠子这个螺丝就断掉了，这样的回事。然后我们对这个晃桥马上提起了封闭，接了一个封闭告示。然后我们连夜这个现在正在组织这个建这个铁索桥的施工单位，连夜进行一个维修。